清楚。啊，暗搓搓要怎做？唔知影。伊都是发到安尼做。嗯。啊，你现在唔捌甲恁老爸斗做过？捌咯，我八岁就去斗搓搓，我八岁就爱煮饭，家己煮饭煮菜，啊煮好是甲关起菜咧，阮爸食。嗯。暗时啊？无计时啊，平常时啊，我休困的是八岁吼。嗯。啊，我爱搁。去到田里，我入去爱搁在田倒收草、倒做红花，所以为做细汉的开始做田啦。八岁时，开始做田。因为我会记得你捌一遍阿公哦，你捌迄个音乐的影响，可能在对恁老爸，恁老爸应该讲会晓唱歌的，从啥？哎，我老爸唱歌真好听。安尼啊，爱唱什么款的歌？袂记得，无印象。我知，我老爸唱歌做好听，印象中啦。嗯。啊，做汉的伊听会唱，伊的，我的家教真严。嗯。啊，我老爸。家教真严，出你这款的，我安尼。我即款是歹安怎？我歹势好啦，你继续讲啊。是，伊的，我老爸伊吼，伊的做人，我足钦佩的。嗯。啊，但是伊的脾气我真讨厌。嗯。我若伫学校做唔对代志，等于吼，我老爸还唔知哩哦，阮都爱当家己先跪咧，跪点客厅的，啊，去遐伫查，去查下点边啊跪了，等下我老爸等来讲。啊，我老爸等来问讲，你今物今仔是安怎？嗯。啊，就安怎啊，就讲。啊，今物来个小细机也袂使，你家己去捡大机的等来。啊，所以你家己等来是要去爱家拄啊好个，袂使小细机去换大机的。嗯。我的教育就是安尼。啊，你离开香港是几岁？差不多几岁？十三岁，十三岁离开香港。了后，看你。了有了了有，因为我十三岁出来了后，啊到十六岁，迄阵我爱音乐，啊就开始做音乐。啊，阮爸爸对音乐，对不管你音乐也好，还是你唱歌也是，不管你，反正伊会认为做戏也无情啦。所以伊绝对反对你做这道路对啦。啊，伊就讲你若要做这会使啦，户口就迁出去啦。嗯，啊，所以你了后真罕转去。做哈哩。啊，即马最近捌转去。到阮。最近，因为阮爸已经是过身年啊，所以毋捌转。啊，搁故乡迄香港迄个所在，厝还搁第二啦，租厝搁第二，就是无人伫遐住啊。嗯。啊，到我十三岁离开因吼，到十六岁，阮妈过身的时候，我转去一届。嗯。啊，过来毋捌转。所以，若照讲的时阵，所谓你大过的所在，虽然讲香港是你上大生出世的所在，对无？但是印象上无印象，顶多变香港。其实上亲。到即马哈侪年，过十年啊吼，那咧困的是眠梦着厝，一定眠梦在祖厝尔。搁你，就是若有眠梦厝的所在啦。嗯。啊，你搁别日我住足侪位过，你知？啊，厝迄个眠梦中间拢无在眠梦，你个厝的形都敢若有在眠梦，阮的香港的祖厝。印象上深的。啊，你知影中间迄原因是啥物件？唔知。你知影？我唔知。所以基本上，我一直感觉讲。台湾像咱这代吼，每个人拢有一个，当然拢有一个出世的所在吼。啊，但真奇怪的是讲，对家己故乡大的时间拢上少。像咱这代，我嘛是同款吼，到十六岁，我应该是十六岁离开大都坑嘛吼。了后，到台湾十六路嘛。哦，啊，到即摆为止，就迄个所在已经无啊，无庄仔头啊，无，拢无人住。你有感觉讲，你比较幸福所在，讲无你小无你这个比较头，即摆有搁第二。搁第二嘛对吧？啊，阮遐拢无啊。但是阮比亚头迄个所在是本来已经无去啊。伫八七水灾的时阵啊，规庄拢无去。嗯。啊，到尾甲重建起来。因为八七水灾，香港阮城迄个所在算上严重的，迄水拢已经满甲拢放甲厝顶去哩啊。我会记哩，我迄阵六岁。我六岁的时阵啊吼，阮爸爸就是甲阮规家伙啊拢带去伫，阮迄算白厝啊。啊，下骹是。一挂旱签，你知旱签啦？我唔知。旱字错签读大了。旱字签啊，旱签。我就讲旱签嘛。哦。啊，过来，啊，我就讲什么？唔麻死啊，你知？我知。唔麻死啊。嗯。哦，唔麻，所以大。啊，就是因为之前有人要甲阮爸爸买遐物件，买啊旱字签甲遐唔麻死啊，啊介绍讲袂好势，啊阮爸爸讲唔卖卖，唔卖卖，总甲塔起来做伫仓库的，拄好八七水灾，阮规家伙到有查讲，规家伙拢爬去伫迄个顶悬，劈过迄个夹。啊，其实阮四周、阮厝边头尾有足侪规家伙拢老去，拢老了。啊，那我印象中有，敢若有一件就讲，当时啊，有一个阮庄里有一个规家伙拢老去，啊，伊就甲天求啊，讲叫伊留一个给伊就好啊。哦，所以讲要总留无可能啊啦，啊，就求天讲无留一个囝，留一个徛来就好。啊，结果大水刷了后啊，伫个竹尾顶惊一个囡仔，竹尾顶跌啊，哦，水拢提了后，啊，竹顶悬一个囡仔，就是因囝。啊，都留迄个起来。啊，规庄就是思想真重、真严重啦。啊，我印象中，敢来记哩，我拢食啉的水，啉咧落水、大水，迄啉的过长。啉的过长了后，敢那较尾暗啊，雨声真大啦，啊风沙沙叫啊，
反正迄阵船也袂当夹的，车也袂当夹的，啊，大家都啉大水。啊，阮一个姨丈，阮一个姨丈，伊手订一碗饭圆，为香港就是林海民住的所在啊，一直收一直收，收到阮遐。啊，基本上迄阵是乌天暗地哦、喔，啊，拢无路标好看嘛，因为水拢超过树啊，超过厝啊，拢一那一片海啊，啊，一直收收收去找着阮，啊，甲迄碗饭圆还食。嗯，我这我印象上深的，啊，恁规家伙啊，嘿，对，就是迄晚，互阮规家伙食过迄段时间，迄几工安尼。嗯，啊，我经过无几工，就听到阮爸爸咧拆厝壁，迄壁，阮住上顶悬的，啊，伊都壁弄破。我想叫伊做风台雨，落到咱咧拆壁，原来就是伊要找阮阿祖，要找阮阿祖，因为阮阿祖住伫阮隔壁，啊，阮爸爸家水来的时阵哦吼，甲爱过来，爱佫走过，伊讲伊要顾遐鼎，伊的鼎走，佫爱过。啊！甲爱过是，阮爸爸甲爱过的时阵，较紧听咧，搁较要去爱阮啦。阮因为伊囝真侪，阮七八个啊吼。啊，安排好的时阵，甲发现讲阮阿祖已经无看。啊，阮爸爸就拆咧壁，弄壁门隔壁。啊，隔壁迄口灶拄啊，秘伫张油啊，大张油啊顶悬。啊，棉被盖咧，规家伙拢困伫棉被，迄个油啊床顶悬。啊，你甲你甲问，阮爸爸咧问讲，伊有看阮阿伊阿妈无？哦，伊阿妈就阮阿祖嘛。啊，迄个樟树啊，迄家伙讲无看。啊，印象中个阮爸爸妈妈一直哭。我迄阵我唔知，我本来做已经老去啊。印象中，八条水蛇，迄感觉真深。嗯。啊了，大水沙了，规条路无生路，田无生田，厝不生厝啊，啊就会死，遍地拢是牛啦、猪啦、人啦，啊规庄啊去做安尼。嗯。迄细汉上深的印象。嗯。我会记你，当初八条水蛇发生的时阵，我吼，阮遐做大大坑嘛，啊，阮老爸因厝在闽南嘛。啊，规个即落体也袂当食啥物，也袂当食。啊，你烦恼面容到底，即摆毋知到底毋知安怎咧？我逐工嘛，甲咧迄落狗血，迄落逼叫安尼啦。我记阮老母阿讲说，无你别坐飞机去。哈哈哈！气到逐工即摆说是实念，实个念。甲讲阮老母咪讲，啊无你袂使，你那边坐飞机去啊。啊，甲真久了，阿公迄边在下边来讲，这边迄边无什么代志。所以，虽然讲八九之间是发生。在迄个年代，伫阮伫北部咧南部，但是因为可能各方食侪人对南部来嘛，所以嘛，感觉有一挂真共同的迄个记忆，感觉。诶，但是就顶几下礼拜，阮做一挂有搬一挂了婚姻遐，因为大拢抽茶水嘛，啊，规个头壳拢，头壳拢沉落吼。哦，啊，虽然北区只只一个你的记忆真深，但对迄个所在来讲，其实，大家拢敢好亲像做水灾。啊，落雨落，敢咧，好像你做记者，有一天应该再找一个朋友来讲因婚在婚姻遐的经验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。诶，台湾念真情，甲大家来博感情。袂歹哦，安怎卖我合无？卖你，你土匪呢？讲我土匪，吼！变变十来岁大细汉差济，啊！你凊彩抽着就一瓶六万块，挂了无？唔好我家来抢。嘿、欸，开门啦！无你用夹把甲你门夹开哦！我你讲哦，你莫看歹人吼、哦，啊！搁锁，你搁锁。哎呦，哦，你用这什么怪兵器甲破？哦，你棍子干嘛破呢？看我规支弓拢红起来，好你变态哦你！欸，我到时去吵啥？啊，睏一个中昼呢，后要吵死。啊大，你即摆是安怎？你若气到规个面红记记啦，无你个代志啦，你做你闪啦！到时囡仔无咩能力甲你搏。嗯，恁家一刚刚有这个房事问题，你安尼回袂煞，拢嘛即政府。啊，我改下回统一独立，后壁回老百姓的房事。欸，开门！我你讲，我过来啊啦，出来，换我大。哦，你即摆啥？惹到乌青诶！哦，好，歹势，我来走，你较歹，明仔你较歹，我来走，歹势吼！一直抢，这所在常常淹水呢，我已经带真寡不将啊，连你也要抢，来哥！离开王宫的时候，经过一个沙滩，我们看到两只招潮蟹正在讨论他们的住宅问题，于是我就叫摄影师把这个画面拍起来，因为他们所讨论的内容，很像在讨论我们的国宅政策。各位看了不晓得什么感觉，不过应该觉得开心一点吧，好像没有房子的或是
有住宅问题的不只是人类，像螃蟹也遭遇到这个问题。台湾好像太小了，人口太多了吧？以上都是废话。今天节目里面比较高兴的是，能够跟好朋友蔡正南见面。他才去外国留学，有一年两个月才回来。今天节目里面，他本来想告诉我们一些台中培德路的一些故事。我跟他讲说，不要了吧，谈谈你的故乡吧。谈着谈着，没想到谈起来是他的父亲。我在旁边听听了，其实蛮感动。我不晓得各位的感觉怎样。我想感动的主要原因是，先前我在拍电影《斗赏》的时候，写的是我父亲的故事。他好像很少跟我讲他跟他父亲之间的感觉。然后今天才了解，他对他父亲的感情是那么深，那么重。我常常觉得，我们这一代的人跟父亲的感情，不太像父子。所谓父子，就是有种依赖吧，或是一种亲密。可是我们这一代好像都很远，然后都在几年后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性格里面，或是感情的深处所藏着的是父亲很重的一个影子。就像我常常讲的，越近的怎么越远，越远的反而越近。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珍惜现有的情感，是废话，不过也是真心的。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